25位台大领导学程学生，为了登山，竟要募款50万元，遭网友炮轰。今日上了三报头版，今有网友用他们企划书里的句子教大家，拉不到赞助可用拉赞助去生气。并标明，若和 Climb for Taiwan 雷同，纯属巧合。昨天也有网友制作 Coffee for Taiwan 网站，发起募资喝咖啡活动，要大家捐500块，让乡民大赞是超酸的高级反串文。但授课老师说，这门课真的不是来爬山的，真正说需要是他们去面对外面。脸书人渣文本则说，这群学生行销设计太失败，建议他们可以这样包装。动机时加油好吗？报道。